三名银行行员确诊的消息。到银行办业务，点钞、触摸纸笔填资料，甚至和行员面对面交谈，这些都在所难免。如今淘金群聚案中确诊的居服员案17472，就是因为人到过银行，延伸出新的传播链。有新增三个这个跟居服员有同场域接触的这个个案，就是算在我们今天的本土加四当中有面对面的直接的在互相的业务上的互动。桃园联邦银行建行分行遭到通知后紧急关闭，不少民众扑空，听闻后相当忧心。就您一定会担心啊，对啊对啊，怕是也会影响到其他人。回顾案17472，曾经有两个时间点进出该分行，准备办开户的他与案17630有接触，随后1月11号有发烧情况 ，CT 值19.7，就怕群聚持续扩大。桃园市府也在家开社区采检站，晚上持续运作，让所有银行的民众都来采检，预计会开设到星期六。呼吁1月4号有到过银行的人都要采，行员本身的疫调也在进行当中。今天晚上就会出来，如果有新增，一样立刻会启动。这个疫调框列，目前银行框列30人，接着揪出同工作场域的案17672、案17673，20多岁的一男一女确诊日就在隔天，怎么传染的还在调查。但桃市府点出之间互动最大一个关键，整个银行在1月7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聚餐，所以这个聚餐是不是我们也是在怀疑，是不是聚餐造成这一位行员跟其他行员之间呢？那接触他是办开户，那接触的时间没有面对面，都戴口罩。但是可能是不是环境或者物品的接触，这个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移调。根据桃市府初步了解，不排除是工作环境、物品间的传染，又或者是新的源头，都可能让染疫版图增添更多变数。记者综合报道。